你敢不知我是因为已经全心全意伫咧爱你，所以我才无法度接受放在查某囡仔你的身躯边。我若是无爱你哦，我根本都无要紧啊！我管他你去死，我将我规半世人的青春也都熄灭，拢倚在你的身上。 结果叫阮赶出阮家同门的人，竟然是我，亲身看我出去的人，竟然是你，杨冰春，你到底有良心无？原来你的心肝内对阿哥遐尔侪怨恨哦，安尼咱是安怎要来看伊啦？麦叔，明春即马情形安怎？唔太太，你莫紧张，你较冷静，听我讲，唔总裁这边的心脏病发作哦。 真正足严重的啦，伊有血管憋气，或者个脑部内底。虽然讲我手术甲急救，啊，毋过到即马还阁昏迷不醒。医生，照你经验判断，管爸爸什么时阵会清醒？志亮，足歹势，我嘛不知影。马医师，你是医生，你哪不知影？ 你一定甲冰春救，定甲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太太，你先莫激动。妈。我系尽全力甲救啦，啊，毋过这边吼，我真正无啥把握。讲实在，黄总裁即摆情形哦，足危险的。就算讲伊的性命，嘛是奇迹啦，也请你做好上歹的心理准备。妈。妈。 明春，我是志玲，你敢有听到？我是捌做过你30年后生的黄志玲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到底姓啥，我家己嘛毋知影。我敢若知影，就是将规尾你的财产，也是我的，而且是你家己输。所以我今仔日。 是专工要过来，甲你说一声多谢的。咁过去说来，我希望你用个一心一意去实现你的微笑。你嘛一定要一心一意，做你去死。你敢知影？你千万别反悔，搁清醒过来，因为你的死是非常非常值得。 若是你姊妹要好我的黄家山甲超人集团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啊经营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会互你甲迄个老范顶看，看我的能力是毋是比黄志强搁较强。所以你即摆是毋是应该甲我讲一声恭喜？ 是毋是迄只龙？甲你即个陪同消息，叫你来便宜，过好心一点。啊，若无来，阮即龙随走，你人就随到。黄志忠啊，你莫啥物代志无爽吼，都怪我志忠啦。是中伟甲秋莲甲我讲，我才毋才会知影。借问一下，我即摆敢有方便，会当离开冰村一下？我即摆是安怎？ 冰川，你已经倒来去啊呢？你还惊我家己心？比华，搁看错我嘛是甲冰川捌做过30年阿妈某呢？敢讲我无这个权利，会当你要见伊最后一面？老有影，冰川只是昏迷不醒而已。你若真正有红宝石，你都莫让我。
陈美凤，你是在拍啥？我阿姐只是。你嘛知影讲，我这個人就是自己自较紧啦。我完全拢无歹意，我承认我当时有讲了唔对，我请你原谅我。当时我嘛请你，让我去冰村一边讲。我一听到王耀芳讲伊有性命的危险，我嘛使用咧忍落来。我才知影讲，原来我对伊也是有感情。我今仔真是足艰苦，我就想要入去看伊一面。不管讲伊今仔是有意识还是无，我拢有真侪话想要甲伊讲。雷美华，你都让我入去看冰川一面，都算是我拜托你欠你一个人情好。你不是讲你身体真勇健，所以你安尼烧酒继续饮，生意继续娶，起码在世人。当年我去黄世荣放生的时阵，你愿意要娶我？不管讲咱今仔日是不是有利益交换，我去给你了哦。你敢知影我是全心全意伫你爱你？其实你啥物拢知影啦，嫌过你就是无法度控制你爱风流的个性。你敢不知影，你准备要娶美华入门的时阵，迄天我打去有偌大呢？特别我甲美华冤家，你甲卡强拢是徛在美华一边，伫咧支持我。讲啊莫名其妙，无理取闹，存心伫咧欺负美华。你敢不知影查某人是会吃醋？你敢不知影我是因为已经全心全意伫咧爱你，所以我才无法度接受别个查某困在你的身躯边。我若是无爱你哦，我根本都无要紧啦，我管他你去死。我像我规半世人的青春也够生命，都寄托在你的身上。结果叫人赶出你家同门的人，竟然是我。亲亲赶我出去的人，竟然是你。而冰川，你到底有良心无？阿姐啊，原来你的心肝内对阿公遐尼侪怨恨哦。安尼，咱是安怎要来看伊啦？无唔对，冰川，我对你真正有足济足济怨恨。我相信美华即摆心肝内嘛是同款，对你就敢若有怨恨啊？因为你是一个可能又够爱。又搁恨，是因为放弃又搁唔甘的查甫人，都是因为你是这款的查甫人，所以你予爱你的查某，一晚甲这尼啊凄惨，这尼啊跌跌。歹势，你这个时阵，我来这里给你洗洗脸。其实我今日来，除了妈你以外，我真正希望你会当今日精神，身体今日好起来。